谢奎无缘为津巴布韦国家队出战腾讯体育。9月28日讯据进球网消息，由于遭遇生命伤病，穆谢奎无缘为津巴布韦国家队参加非洲杯预选赛和民主刚果的比赛。10月13日非洲杯预选赛，津巴布韦将在金沙法对阵民主刚果，三天后两队将在哈拉雷再战一场。然而遗憾的是，本赛季在中超联赛状态上佳的穆谢奎因为神秘的伤病问题将不会为津巴布韦参赛。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次津巴布韦征召穆谢奎后，他也以伤病为由拒绝参加。然而在这之前，他还代表大连一方参加了和重庆的比赛，并且打进一球。穆谢奎表示自己正在接受注射治疗，但津巴布韦方面并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伤病。去年6月，穆谢奎和三位队友抗议津巴布韦足协拖欠比赛奖金，他也因此而被国家队开除。有媒体认为，穆谢奎依然对津巴布韦足协不满。不过在周中的足协杯半决赛次回合比赛中，穆谢奎并没有跟随一方前往济南参加和鲁能的比赛。穆谢奎本赛季共出场15次，打进12球，是队内的第一射手，在联赛的射手榜上排名第9。他的效率非常高，歌德、